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一晃眼四个月就过去了，我们终于要在 VIP Barbershop 迎来季冠军小姐姐了，真的蛮感动，而且也蛮期待的。今天就是由一到三月的冠军小姐姐，然后再加上人气奖小姐姐的互相 battle。胜出的话呢，当然啦，他们那么辛苦还接受我的考验，所以呢，强尼也是有准备礼物的哦。像我今天头发也完全没有抓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等一下一定会吵弄的我乱七八糟，然后呢尽情的蹂躏，尽情的让他们大展身手哦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经过这几个月的评分跟训练之后呢，到底有没有进步。 Let's go。 HelloHi, 你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menu 啦。那一样就是有这些，哎，他们经过这么久都还没有涨价。不过我听说最近真的很火，所以呢，你们来可能好像要先预约哦，让你们等太久真的拍谁啦。你好，这位小姐姐是上次很中国风那一位啊，今天是学院风，哎，她造型蛮多变的哦，而且颜值怎么真的就是 up 啦。这真的很痒哎，你们大家会习惯这个吗？偷偷跟大家说，这位小姐姐呢其实不是冠军哦，那她其实是因为有一位小姐姐她生病，然后呢请长假，所以呢她人气不错，所以呢也把她选上来。那真正的人气小姐姐呢还没有揭晓哦。那强尼今天呢也是要比较专心的认真的体验他们的每一个技术，然后评分。那想要了解他们个人资讯的话呢，我有弄一个清单了，然后一到三月那个 VIP 季度比赛的小姐姐通通在那里，你们可以再去寻找哦。他真的手法利落到不行，但是你又不会痛，很棒很棒，真的。大家可以拿来当教学教科书看耶，他练按摩很厉害耶。
我吓到哎、欸，他会不会是黑马？他最近是不是有训练啊？他的功力大增哎、欸，很舒服哎、欸，没有骗你，哇！要来看纽扣，没有，没有啊，马扣，也木珠 ，tip 的 at 开 ，at， 大家你们来都不给小费了吗？小小抱怨一下，梦奈兰包牛丁，也12到12点 ，Oh my god， 这超过劳动工时了吧？有加班吗？加班费吗？啊，这样子 ，tip 蓝扣。老板看谁要说对，其实他蛮爱笑的。那如果你会来越南，哎、欸，我最近学越来越多越南话，所以呢，我都可以来练习哦。我可以找他。刚刚我是完全在享受，就是体验啦，啊，真的还不错，我会好好打分数的。
我突然很好奇哦，大家可以看，之前他是长头发，那他现在是短头发。按我知道，女生突然剪短，应该是，心情上应该是有什么转变才对。我太好奇了，我帮大家问一下。烧 M 加多羊奶，他今天也胖吗？凉 ，very 凉。好，洗头啦，享受享受。
当当 VIP Barber Shop 的辣妹洗头马拉松的季度比赛第一季哦的第一位小姐姐终于结束了，紧不紧张，刺不刺激？我自己非常的兴奋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打分数。那我们先从按摩看起哦。一开始呢，我说她脸部按摩是非常好的，很舒服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后来呢，按到四肢的时候有一点点差强人意，所以呢，很遗憾啦，扣一点分数，4.5分。洗头的话呢，虽然有用一点指甲，不过呢不会痛，然后呢就是指甲指腹这样相间按着，这样洗，哇，真的是很舒服，这个我不得不给满分呢，5分。感觉的话呢，就是刮胡子啊也非常的利落，然后呢甚至其他都还不错，不过呢稍微没有跟我互动啦，所以呢一样啦，4.5分。最后美貌的话，大家你们觉得是几分？我自己的话呢，因为我心中已经被其他小姐姐占据了，所以呢很遗憾。给你4.58，哎，第一位总分就18.5，哎，这也太高了吧！所以小姐姐经过这样下来呢，技术上真的还是有进步的，甚至美貌好像也越来越可爱了。大家都赶紧期待下一集的播出吧，到底第二位会是哪位小姐姐呢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大家拜拜。